嗨，这900个人之中选出来，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选你吗？特别素，不是1到10分，自己满意的程度。你也太没自信了！我强大的团队绝对会让你变得漂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薇。今天的影片的主题是令人振奋的素人改造大计划。大家的反应实在是太热烈，我有点吓到。第一天就破300个人报名，然后一个礼拜总共900个人报名，900个，我真是吓到了。不管多多人，我们都会很认真的把它挑出来。这个人呢，我们是希望他可塑性很高的，我会有我平常配合的摄影师、造型师以及我的企划们一起来挑出那位女孩。我觉得好紧张，自己不知道在紧张什么。哎呦，越来越大，我不小心按到镜头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准备开始海选吧。我们先把900多个人先挑选到一些些出来，就是我们觉得还不错、可塑性很高的女孩们，就在我手上。究竟哪一位是那位幸运儿呢？1%。好，准备开始吧。我们有个评分表。好，我们从下午5点选到8点，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之后呢，我们选出了3位女孩。现在我们要举手投票，决定到底是谁可以，就是开始头脑已经开始昏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选太久了。到底是哪位幸运儿呢？可以被我们改造，然后跟我一起拍时尚大片？好紧张哦！1号，请举手。你们自己选出来，然后不举手。你，我还是喜欢1号。2号，所以3号。啊？4票。OK， 单眼皮女孩，恭喜你！海选完的第3天，今天呢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要帮素人选最适合他的衣服。那我现在人在微风南山，出发。抵达。我今天头发好乱，请大家忽略。身高约162公分，然后体重48，还蛮标准的身材，我觉得应该不难找他的衣服。看起来还不错。它有2色，袖子有造型的这一种，配这皮裙也蛮好看的耶。刚刚呢，挑了几套材质比较硬挺的，袖子是有比较造型感的衣服，裤子跟裙子我都备各一套给他。最适合他的那一套呢，他就可以把这套带回家，是不是很棒？期待他改造的那一天吧。耶，终于等到素人改造计划拍摄的这一天。梳化好之后呢，等等那个素人他就会抵达现场，他已经在附近吃饭了，然后我差不多的时候就会请他登场。小猪说他很紧张。我很紧张。我说紧张什么？花过这么多人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好啦，大家期待吧。万众期待的素人已到达现场，准备要拉开窗帘，他就在后面。好紧张哦！3、2、1 ，Hello， 嗨，嗨，你好，过来一个，你过来。要怎么称呼你？倪慧，倪慧。哦，你其实从假期一来说，他是宜兰人，而且他刚刚还带一个伴手礼过来，送我礼物实在是太开心。好，那你今天有没有很紧张？嗯，眼睛张，他讲话已经，你有点讲不出话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帮你从头到尾的改造，包括你妆容，然后头发。还有你的穿着，1到10分，你自己满意的程度？1分。哇，1分，你也太没自信了！我跟你们说，我强大的团队绝对会让你变得漂亮。好，我决定边吃那个他送我的切达鲁，然后边跟他聊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选你吗？特别素，特别素，不是。你知道你是900个人之中选出来？你不知道，因为这次报名总共有900个人，我们大概花了3个小时，然后才决定是你。我还蛮喜欢你的单眼皮，应该拍出来会有蛮有特色的。我会选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这次继续猜主题感觉比较像。那你接到电话是什么感觉？当下诈骗集团？对啊，谁诈骗集团？啊，对哦，好像很棒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报名？我就是滑 IG 滑到。哦，你就想说试试看，反正也不一定会上，结果好死不死就被我们选中。对，想说也不一定会上，没关系。所以你平常都不化妆？
对，底妆没有，防晒没有，真的假的？依然天气这么好，你不防晒，欸，真的很香哎。嗯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进行改造，第一步就是小猪先帮上点保养品，对不对？ 对，先上。他说他什么都不擦哎，他从到现在他什么都没擦，啊，年轻就是本钱哎。那你觉得这次妆容，你会希望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？我觉得就是保有它原来的特色，不能到妆感太重。然后我们打算是要光泽感的肌肤，因为它皮肤我们觉得它是属于比较干净的。那你眼影会在自然？眼影可能我觉得还是要有点渐层的影。然后觉得睫毛，对，我们就不用再加睫毛，它自己本身的睫毛就好。头发就是那种雍容蓬松的那种头发。等待化妆的同时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所设的景，特别请花艺来帮我们搭了一个非常秋冬感的氛围，防脑之类的秋冬的那种慵懒。今天我头发造型也是用这种要卷不卷的睡不醒头，连素人同时他也是用这种的发型。经过两个小时小猪的身手打造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子勒？噔噔 Hello 有还有比较好一些些的，对，我们用了那个妙丽葛兰杰的头，你知道妙丽葛兰杰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们不都知道哈利波特，对，哈利波特里面哈利波特。我们今天都是用这样子的这种蓬松头发，然后妆比较自然。妆的话就是强调五官的立体度，唇是用土色，刚好跟背景的颜色有搭。对，然后唇刚刚我请小猪帮我用雾面坐在这边，然后画睫毛很累的，你刚刚有没有流下眼泪？有，因为之前我当 model 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给造型师化妆，然后印象说眼睛不能动，眼珠不能动，我都这样，然后都呈现那种闭气的状态。你要有闭气吗？因为不能扎，因为你一扎的话，其实会很睫毛会很难用。对。再加上眼线很容易歪掉，对，所以你在当 model 的时候就是要呈现一个木头，然后在那边两个小时，真的是蛮辛苦，真的很辛苦，就是我们要拍时尚大片了。对对对，忘记了，我们要先帮他换衣服，走，去换衣服，去换衣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帮他变妆了。然后我这次是选择一些。就是秋冬一定会流行的，还有像我身上这种比较有造型感的上衣。刚刚我问他说你是裤装还是裙装，哪一个比较自在？他回答不出来，可能都很不自在，因为第一次进棚拍照，可能都很紧张。那你想挑战裤装、裙装，还是你觉得都可以？都可以。好，那我就一套一套换，看哪一套最适合你。好，我们换完妆了，刚刚试了几套，觉得这一套蛮适合他的。来吧，出来，出来。这套很适合他，我帮他配了袖子是比较有造型感，然后搭配高级感的皮裙。这套他穿起来我觉得还蛮好看，你自己想，你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？完全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又开始紧张了，因为准备要开拍了，有点紧张了。好，开拍。摄影师他会指导你，然后我也会跟你指导你，然后眼神就是要有一种很坚定的感觉，带一种杀气。我们会先站着拍，还有坐着拍。好，准备了。有，耶！收工，真的收工，是真的收工。
经过了三个小时的拍摄，来讲一下你的心得感想。超累，他拍三个小时超累，因为平常，然后我们平常拍照都大概七八个小时。那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一部分？眼神还是肢体？眼神。当 model 最难的就是那个眼神，突然摄影师说。锐利一点，要凶一点，然后温柔一点，或是妩媚一点，这几个眼神你有办法分辨的吗？还不行，而且刚刚问他说，你觉得还会想再拍一次？一次就够，一次就够。哎，这是很多人梦想的工作，然后你就幻灭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真的很辛苦，可能对你来讲吃力一点。原本还想帮你安排外景，他们这样觉得，我说不行，如果安排外面拍照，我觉得热啊又什么，我觉得他应该。会 hold 不住，所以他说好，让他在冷气房里面好好拍舒服的拍。今天你穿这套衣服，我们就是送给你。对，就这一套，然后你就会穿去约会。因为刚刚你说负一分，那今天整个改造完，你觉得是满意的吗？还是你可以老实说，你是满意的。嗯，就是你觉得没有尝试。对，没有尝试。然后到现在还是很紧张。他想说，妈妈，你赶快来把我接回家，我想赶快离开这里。好，我们期待成品，拜拜。